动漫《喜羊羊》全员变狼，美羊羊丑爆了，而和蔼可亲的他竟然黑化了。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这部动漫不知不觉已经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很多的年头，它曾经是每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动漫之一，也是这些孩子们童年的回忆。这部动漫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，都非常的饱满丰富，不仅孩子们喜欢看，有的时候就连大人们也看的是津津有味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这部动漫中有和很多的小羊和小狼们，他们每天都在斗智斗勇，在被抓与抓羊的路上奔波着。但是当那些小羊们变成小狼之后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图一中的动物是美羊羊，在动漫中美羊羊可是颜值非常高的，而且自己非常的爱打扮，但是没有想到变成狼之后的美羊羊实在是丑爆了。如果美羊羊看到自己这样的形象，估计都要哭了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